这个换门还是这个换门吗？告诉你们结果吧，当我看着这个魔鬼的换门，这边的换门已经发霉了，而且它是黑色的，很冰冷。当我看着天使的换门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里面的换门。Thank you.
儿子的名字，就是在城里叫他的学生，你也都一起知道。Thank you.